老子儿，这天气能干净还热乎的哈。今天刷进来就多少个？出汗水干净。就是啊。到衣上。刷洁讲究讲究的。所以这个人没事。哎。烤火嘛，又烤又冷。等我去上街呀、啊！我马上我上街去，我去过入口，老子儿给我打包，肯定弄点好吃的噻。哎呀，这才几入哦，我在青岛都可以。我看现在几点了？哦，十点了，今天赶场。早得很。我先上街去，听没有，陈老姐，老子儿，你先包到哈，我去过坨入口去。入小龙的。哎呀，反正都要吃的。哈喽倩倩哦，哈喽倩倩哦，哈喽倩倩，哪个嘛牛奶啊？啊，瘦肉，我要瘦肉，48，那一瓶的40，也能买的。哎呀，那瘦的嘞，那潮的。要多好多？贵一斤嘛，就贵要个肉。哎，你那块儿不新鲜，这个新鲜的呢？真不？口味这些东西是，因为他穿啥子口味？请。好，要的，买点牛肉，等会儿回去喊陈老金来炒去，回家。陈老金，老子儿，我割了牛肉，割了坨。哎呀，割了斤。45块钱斤，那行，弄一弄点60块钱。那咋个去陈老金那炒噻？你去扫锅嘛，我来包。妈妈，二姐，妈妈，真乖，二姐。妈妈，你不喊爸爸哦，换喊妈妈，喊爸爸。喊爸爸不？妈妈，哎，妈妈。哎呀，不要喊了。弄来炒泡椒牛肉，弄点青菜。给。今天我妈也不在，明家也不在，陈年也不在，外公生病了，他们没在屋头。给，那一口，也我喝掉。在山上住爸爸嘛，快点妈妈吃鬼了。走。哎，不能搞，又跑了。青菜切姐姐，燕儿走开的。泡椒切丝丝，泡椒对破切开。休息哈，丫头，马上来了。老子儿，吃点弄完就歇烧了，我去烧，我去烧好弄饭。歇到的干，弄的鬼今天。你说是弄快，你切鬼了，还没切你就喊我烧火来了。你火烧让我切鬼。外公啊，豆，喊我的，喊外公啊，光吃不喊了。苗娃，你走我这面前来。今天你咋那么温柔，说点话有气无力的，怕遭掏啊？跟老娘滚过来！咋个嘛，是啰嗦。咋个嘛？这是咋回事嘛？吃牛肉还要不得啊？哼，这，你看你这把刀，我是切肉嘛，锯肉嘛，你嘛。你们磨耗子嘛？你再凶啊！有了，老子儿，跟牛抓了，走开！你啥？你生的那吃老多人。那你先吃。哎，没事的，可以上火。你看嘛。没上火。你跟我不老实嘛？十几天，老子儿天天在我这屋头的。
往那点上粉。耶，火烧的凶啊！下牛肉。青菜。花椒熟了，买点黄连面。来来来，吃饭到这儿，吃。哪一张镜头来呀？随便弄完根儿就。留着，来吃。今天放假，咱明天也去耍一下子。放假了，今天出太阳。行吧。反正老汉儿没留着。嗯。忙你事，你还吃到这儿？外边牛肉没那好吃。啊，你早点给我打电话，喊我买。这是你买就你使劲吃。啊，买的糖火锅。要的。锅子吃。这是新鲜的，不是冻的。老弟儿，你想啥子？想吃啥子你跟我说，我给你买，买几回还能弄。过去买的鸭子啊，买的长的牛啊，牛肉些，牛肉味道那好吃的。嗯。外乡的没那好吃，没那香，这种味道那香的。这个事情你放心，老弟儿，我绝对给你办得好。回家嘛，照顾把生活开好噻，是吧？啊，买大家吃噻，嗯，问题是啥？嗯。